家讲方言，大家讲方言，大家讲方言，大家打方言，大家讲方言，大家讲方言。你好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大家讲方言，我是李荣德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恭喜恭喜，大家新年好，一元复始，万象更新。对于全球华人来说，今天可是一个重要的日子，我们要向长辈拜年，说吉利话，孩子们也要跟家长拜年，拿红包。大年初一，拜年，拿红包，方言怎么说呢？首先，还是请黄丽宇老师教我们福建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吴丽玉。今天是正月初一，大声跟大家拜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正月初一拜年，提红包。请刘锦煌老师教我们广东话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锦煌。今日是大年初一，首先同大家拜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大年初一，拜年，斗利是。接下来请谢之炫老师教我们潮州话。大家好，我是谢之炫，今日是正月初一，先向大家拜年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正月初一，拜年，求红包。有请陈垂良老师教大家说海南话。大家好，我的陈垂良，今日的正月初一，有大家买鱼归来，祝大家天意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家未收业，买鱼又昂包。接着由我教你说客家话。太家好，我是李永德，今日是正月初一，首先同太家拜年，祝太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正月初一拜年，拿红包。大年初一最有代表性的歌曲应该就是这首《拜年》。正月初一头一天，家家户户过新年，从头到脚打扮好，我要去拜年。起咚咚锵咚锵，我要去拜年。我们祝大家大吉大利，年年有余，恭喜恭喜。是的，恭喜恭喜。下一期我们继续在大家讲方言里学习五种方言吧。我们再会。